今天冲藕粉，哟，来两勺，然后加一点凉白开，凉水就是。少加哦，别加多了，然后给它糊了匀。就和成这样啊，搅拌成这样，然后一定要加刚烧开的水啊，刚烧开的热水，然后搅拌。必须得是刚烧开的啊。搅拌成这样就可以吃了啊。黏黏糊糊的。烫。这个是坚果藕粉，有核桃仁啊，山楂片儿。这个属于有点微微甜的。有一丝丝的甜。现在是两罐的啊，然后那个减十元，然后还送你这一个早餐杯啊。看，你要是喜欢吃甜一点的，就往里边放点红糖。里边还有瓜子仁呢，很香，尤其是吃到什么瓜子仁和花生碎的时候特别香。